不闯荡江湖。程玉姐就是一种缘分，为了称呼上方便，我就给你们两个起称号，你就叫小石头，你就叫大白菜。你呢？你给自己取了什么名号？我还在问上。凭什么呀？就这么决定了。湖呢是美丽的、潇洒的、希望和无限可能的地方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柔。那柔是这个戏里面最亮的一抹色彩，服装造型上我们可能会有些小燕子一样的装饰，人物出来就是带着一种童真、童趣和可爱的这么一个元素。挽留剑是挽留天涯、挽留人、挽留岁月、挽留你，出鞘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。看到同剧组的演员真的认真程度挺敬佩的。陆，哎，开始。退！做什么反应？不用演员头先和你们让我走先吧。对。My my my 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超越，在剧中饰演温柔。